围了同一个奖项，心里面的 OS 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一定会拿下。哦，那我也要一起拿。Oh my god， 那好像只能有一个，没关系，我们先给对方一个假心的祝福，好不好？嗯，很假的那种哦。嗯，好啦，如果你想要拿走这个奖项，那金钟红毯第一美也不会是你的。可方不能输，拜托。 好啦，反正我入围这么多次了，就不差这一次，明年再说。Oh my god！ 接下来我们看到从 Volvo 里车下来的嘉宾是哪位呢 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到的是以何百瑞的《地狱独白》竞争戏剧节目女配角奖的孙可芳，好美哦！ 剧中克拉拉生猛、轻快与急转弯的复杂情绪，挑战表演者的节奏与驱动情感的能力。她精准的表演不仅完成了角色，更丰富了本剧哦。紧接着呢，哎呦，我们要欢迎到的这位大来宾是谁呢？同样乘坐着我们的 Volvo 礼车即将来到的，掌声加尖叫啊！她是非常棒的女演员，就是同剧竞争戏剧节目女配角奖的钟瑶。 跳脱以往沉着、冷冽又优雅的既定形象，她让观众看到了更多可能性。用自然生动的表演底蕴挑战风格强烈的角色，不仅在国内获得广泛的好评，而且还引起了海外观众的热烈回响哦。我人生中的两个好闺蜜 Vivian 跟克拉拉。Hello。OK， 哇，怎么办？两个人入围了同一个奖项，心里面的 OS 是什么呀？ 我一定会拿下，哦，那我也要一起拿。Oh my god， 那好像只能有一个，没关系，我们先给对方一个假心的祝福，好不好？嗯，很假的那种哦。嗯，好啦，如果你想要拿走这个奖项，那金钟红毯第一美也不会是你的。可方不能输，拜托。好啦，反正我入围这么多次了，就不差这一次，明年再说。Oh 好爱你们哦！好了，我跟你说，因为钟瑶跟可芳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她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女演员，所以不管呢今天是谁获奖，都要当永远的好朋友。我爱你们哦，谢谢！来来来，里面请啊！